哎，大圣爷，干什么啊？叫得这么好听？万水千山总是情，借我点钱行不行？天涯何处无芳草，利息一分不能少。人间自有真情在，能省一块是一块。我拿青春赌明天，不给利息算翔天。好事，好事。好了，事堆完了，你可以滚出去了，不要烦我，再找资料做直播。哎呀，不是嘞，我是真的要跟你借钱呢。你借钱来做么？我衣服过时了吗？所以想要买几件潮服咯。你省回来啦，每个人到月中啊，都穷到没钱吃饭，你还买潮服啊？哎呀，我不是穿爽的，我是工作需要。哎呀，你也知道了。我不知道，我也没有兴趣知道。所以我现在就要让你知道咯。我常常要陪我的上司 Demi Moore 出席各种场合。哎呀，你也知道的。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。哎呀，你给我讲完，你不要一直打断。你再讲就打断你的舌头。我的那几套旧衣穿了再穿，寒酸死咯。我这一行啊，很讲究形象的嘛，不然顾客会对我没有信心。哇，你连副语也会啊！哎呀，佩服佩服哦！你要借钱，怎么不去找燕燕？燕燕在这里最有钱了的啦。哎，不能，如果让人家知道我张小强跟女人借钱了、啊，很没有面子的嘞。你都已经够穷了啦，还要面子啊？啊，给穷哎！他比我更穷哎。我是真的没有办法才跟你大圣爷开口的，我们 brother 一场，你帮帮忙啦， OK？ 好，钱是可以借你，不过要算利息。哈，还要算利息啊？刚才对事对到很清楚了的啦，不给利息算强奸的哦。哎呀，利息就利息啦。还有个条件，借据那些东西就免了，但是我要你上我的直播，在200万个猴粉猴石面前当众把钱借给你当证据。哈。